既然已经对灵界动手，那便停不下了。沈璃他，我说过了，沈璃是我的原则，他不懂。行止身上的背负太多，他不能失去那份淡然，便是三界皆备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，这是沈明应有的态度。当初那般懂，他半臂，可终究还是躲避不过。早知有今日，当初就应该对沈璃好一点，更好一点。已经连着三天没有恢复视觉了，先前在牢里便罢了，如今却是在外界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继续了解周围的环境，这是哪儿，安不安全，离灵界多远，离我逃出来的地方又有多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知道救我的人到底是谁。姑娘是能看见了。敢问公子如何称呼？我姓于，单名。难不成单名一个夫字？不是，一个一字。哦，那公子家中可有什么吃食啊？我饿了。你要吃什么？我想吃鱼，随便给我烤两条鱼就好。海里这么多鱼，抓一两条能吃的应当不难。神君他亲自撒网，那他总不可能是捞两条小鱼小虾吧？神君，您看这条怎么样？炖着好不好吃？鱼呢？有鱼啊，在你心里吗？明天会有的。沈璃，我到现在依旧害怕下次睁眼会发现我只是做了一场梦，真希望时光就能停在这一刻，你永远都在，我永远都陪着你。我呢，是村长的长子，不知道比你那只会打鱼的丈夫强上多少倍。美人，要不这样，今晚你便跟了我。你怎能与他相提并论？简直云泥之别。